即将解一个2024年的蓝海掘金项目，一个可以干到退休的这个塔罗牌占卜项目，不适合一夜暴富，只适合赚点烟钱菜钱，一天收益150以上啊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的搭建、项目的实操及变现方式，都有详细的讲解啊。这个项目可以长久操作啊，长久操作的一个项目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的搭建啊、实操过程、学习必看以及案例，都有详细的讲解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，非常容易上手也是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这个塔罗占卜项目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